赶紧自己做吧。啊，谢谢。去。那个，给我按一下电梯吧。 哎，看到了！哇！哎，我来了！我干嘛？我靠！谁？谁干嘛？人家我靠！我操！人家。
条鸡吧，他妈的一条小鸭都没用了，都不给肉了。那僵尸呢？僵尸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了。我操！坏了！哦哦。老二，你搁哪儿整的？上劲儿了！哎，真蠢！怎么回事呢？太蠢了！上头了！哎呀！哎呀！我去了！
近日，网友爆料一则搞笑的视频，视频中胖瘦两名男子用纸牌玩起了游戏，输者就要去舔对方的腋下，整个过程让人大笑不止。Ha ha ha!